Show se Alien ti. Chase chi lin ti. Chase se ye sang hai ti.这是米夏，山西里的特有米夏。小山蟹，这次是松蟹。下雨过后，很多种菇类都长出来的，但是不要乱摘回去吃哦。这里还有野生咖啡树啊。我们很多人在喝咖啡，应该也有很多人还不知道咖啡树长怎样吧。咖啡果实里面的籽就是咖啡豆。树舌灵芝，我今天的目的是找灵芝的。这种素食汁我不想要。抚君。它的表面会有一层粘液，就像腐烂的。这种菇不能吃。这是紫芹角，它有味甘性寒，有小毒，会心静肝静，有清热解毒，活血化瘀，用于肝炎肺炎、淤血、火上，火上是外用的，孕妇忌用，胃寒泄泻者禁用。山里面的大树下常见的树蛇，它的味苦性平，味脾静胃静，有害瘀的作用。
我只会介绍给大家认识辨别，大家也不要随便带回去服用哦。森林里面也有很多种蘑菇，也不要乱带回去吃哦。这是固婆玉，在很多人的认识上，这种植物有毒。没有错，这种植物本身是有毒，但是很少人知道它也是一种很好的药材。它微辛性寒，能消肿散结，治风关节疼痛、霍乱，外用治疔疮肿，还有虫蛇咬伤。我还在提醒大家，不了解情况之下，任何一种药草都千万不要乱采回来使用了。这种叫秤筒，药味甘性凉，根部有祛风利湿、散瘀消肿、治疗风湿骨痛、跌打损伤、肺结核。民间还有一个验方是说，它的根部可以壮阳，治疗阳痿的作用。正统的话也很漂亮，所以有人还种植这种植物当观赏花。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，这是赤灵芝，这些才刚冒出来，还没长大。这里我发现已经开的赤灵芝，赤灵芝味苦性平，治胸中结、易心悸，增强免疫力，降低胆固醇、护肝的作用。这些是小黑芝，味淡性平，它有益肾脏、利尿消肿，治疗慢性肾炎、消化不良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就是不了解情况之下，千万不能乱采回家使用。这是白灵芝，还没长大，留着给它继续长大吧。在我这边的山顶，可以看到山脚下的美丽小镇。